一会儿就起来，跟我回家。他不能回家。他现在严重的贫血。爸，李斌怎么样了？现在书院的好多了，江林在医院陪着他了。这次的成绩来看，咱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啊，都不能够推荐上高中。哎，李斌，怎么了？拿不出房？ 去医院。哎，幺零幺零，怎么办呀？